请您来到我们红毯中央的拍照区域，拍照留念一张。哇，太美了，来，辛苦我们的摄影老师帮我们记录下这个美丽的瞬间。再次感谢珊珊今天来到我们的2019芭莎明星慈善夜的活动现场。哇，我们摄影老师实在是太热情了，可以看到今天珊珊的造型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好看。那首先来问一下了，来，再给一点时间给我们的摄影老师啊，辛苦我们的媒体老师帮我们记录下这个珍贵的瞬间了。好，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来采访一下珊珊了。刚刚说到今天的造型非常的漂亮，我相信关注我们明星慈善业的一定有很多爱美的女孩，有没有什么穿搭的秘诀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？因为每一次出来参加活动都会要穿这个衣服坐在会场很长时间，所以我每一次出席活动都是要让自己穿得舒适。对，因为自己穿得舒适了之后，今天一天心情也会很好啊，各方面都会比较舒适的话，如果太紧的话我会很难受。对，所以其实时尚的第一个要素舒适感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推荐给各位爱美的女孩子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美育未来慈善同行，对今天的芭莎慈善夜的主题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呢？我觉得做慈善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点点滴滴开始做起的，所以非常能开心能参与到其中。那预祝您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了，邀请你移步我们内场的酒会区域。感谢珊珊今天的到来，那也要期待接下来走上我们红毯的会是。